咪好期待呢？嗯。呢個咧就係我哋數碼港嘅模型，我哋而家就喺數碼港商場。佢除咗喺個商場之外咧，舊年仲開咗一個電競場地，舉辦咗唔同嘅電競比賽同埋活動添。咁我哋上次攀石嗰度係邊度嚟㗎？咪呢度咯，呢度咧其實係數碼港其中一個創業中心，有唔少嘅培育公司嘅 office 都喺呢度㗎。Mad gaze. Please follow me. Enjoy your visit. 咦，呢两个系咩嚟嘅咧？哦，呢两副系智能眼镜嚟嘅，带嚟试下。好啊。哇，仲有得影相添。Benny， 摆个 pose 嚟睇下。咦 ，Benny， 你带咗朋友嚟参观啊？喂 ，Sally， 呢個我朋友 Joyce 啊，我帶佢嚟參觀一下啲踢嘢嘛。哦、，Hello Joyce，Hello Sally， 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副眼鏡啊？哦，梗係得啦，呢副眼鏡就係由數碼港培育公司 MadGaze 設計嘅。咁呢副眼鏡除咗可以打電話同埋 send message 之外咧，佢內置 GPS 可以記錄用家嘅速度、距離等等嘅呢啲資料。除此之外咧，仲可以玩遊戲同埋睇戲添。呢副眼鏡真係好犀利噃！咁呢度仲有冇其他嘢可以玩㗎？呢度有好多嘢可以玩噶，不如我哋就由最经典嗰个玩起先啦。哇，原来呢部系参照美国游戏公司雅达利喺1970年代嘅经典游戏框而制成嘅复刻版街机啊！玩家要控制球拍，将乒乓波反弹到对手嘅领域而得分，真系好刺激，好好玩噶！呢部由數碼港園區公司 XR Dom 以延伸實景為主題推出嘅 XR 體驗遊戲，結合咗 AR、VR 同 MR 技術，玩家只需要孭住呢一部裝置同埋眼鏡，就可以進入遊戲嘅世界自由走動。佢唔需要用手掣控制，直接用雙手出招，加上以現實世界作為背景，玩落好逼真㗎。而呢隻霧入堂黑係由數碼港園區公司 GameSpace。同香港明愛合作開發嘅 VR game， 主要係為咗宣揚禁毒嘅信息。遊戲入面設計咗唔同嘅挑戰，等玩家可以透過遊戲反思毒品嘅禍害，真係別具教育意義㗎。喂，點啊 ，Joyce， 係咪好刺激呢？哇，個 game 嚇到我心都嚟一嚟啊！喂 ，Sally 有冇啲冇驚嚇嘅可以介紹一下？梗係有啦，我哋仲有一個遊戲冇咁驚嚇，但係都好刺激嘅，跟我嚟啦！哇，等埋啊！喂，哦 ，Sally 講嘅就係由數碼港培育公司 Godspeed Autosport 推出嘅賽車模擬器。呢部模擬器結合咗電競同真實賽車嘅元素，再加埋象徵到超高嘅場景。真系好似置身其中一样啊！哇，呢只赛车 game 好正啊！可惜啊，冇得对战。边个话冇得对战噶？原来 Godspeed 最近进驻咗数码港商场，除咗可以体验赛车嘅刺激之外，仲可以同朋友一齐对战，一齐感受电竞嘅快感。哇！估唔到你手車都幾辣嘅喎，下次一齊組隊參加比賽咯。我驚你追我唔到啫。夠膽嚟得鋪啊！睇都未登，等你贏。